这话姑只会说一次，你听好。姑以前虽然对徐家多有防备，但从未想过要伤害你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你，包括母上。不伤害就不伤害吗？你抓着我胸干嘛？启禀城主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朱木大人说让城主夫人过去一趟，我都什么都没看到，我都退了。